情的园丁。蜜蜂是一种有益的昆虫，有助于果实和种子的形成，它们不仅可以传授花粉，还能制造蜂蜜。它们常常飞到离家几千米远的地方采集花蜜，勤勤恳恳，从无怨言，因此它们深受人们的喜爱，被称为辛勤的园丁。感恩蜜蜂，感恩大自然。